就是今天所大家所展示出来，其实在我刚才来看呢，是一个非常之美丽的画面来的。我们有 TSE 的刚刚毕业的学生，我们有退休的医师，我们有教了几堂，我们有教了几年的，我们有来自不同的职业，不同的 background 的。咁其实唔同嘅人，大家三唔识七，其实係为咗一个同样目标做緊同一件事，呢、這个画面係非常之美丽嘅。咁我係希望呢能够透过呢啲咁嘅活动呢，其实今日我哋咁多意思淨係得30个啫，二三十个呢，但係嗰个嘅我哋係一 team 人，我哋係大家做緊一个同样一个好有意义嘅嘢，我哋真係帮到啲学生。这个信息其实我自己，起码我自己觉得今天这样的聚会呢是带到出来。我想我们希望是大家意思可以感受到这件事，就是你不是孤独的，你的身边有无数的意思跟你一起去奋斗。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我们某些团队，在我们做到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一定是会即是全力支持你们所做的事，其实是大家都看到的。其实不单止只是我们，包括 Beats Cafe 的老板，他愿意去到这样去到支持，也当然就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大家所做的事。那这个是我们希望是能够继续延续这一样这样的信息，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人加入我们，还有我们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学生。